你网上流传出感染力不是很火吗？我昨天研究了一晚上，今天高低给我拍张好看的照片。先拍两张半身吧。好，可以。现在是不是在画面的中间？是。把我放在右边的那根线上，从后面的画型跟对角线够不够？对角线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如果背后有杂物或者弱的，你把画面放大一点，显得干净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先走到我的侧面，然后再往后背一点。对。可以。那还是跟刚刚一样，你动我拍吗？这个角度可以用你今天的眼神来拍出来的高度。哦，但是你竟然站得太直了，一点都没有感染力。因为我今天晚上白眼球啊。哦，这样可以，可以，超级好看，舒服感拿捏得死死的。刚刚的照片都是用小米和徕卡联合研发的，小米13 Ultra 拍的，不输氛围感一绝，好吗？刚好这一次小米和徕卡影像大赛影展也是主打人文，每一张照片都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情绪和故事感。而且这一次的清晰机器也用了第二代骁龙八移动品牌性能拉满格，它就使用感直线上升。刚刚在那边看到可以用一张有故事感的照片，换一杯来自咖啡总试一下。就你和其他城市的粉丝喝不到了？怎么会？这个影展全国27城都有，其他城市的粉丝宝宝可以去自己城市的影展打卡，送照片换咖啡杯哦。来看看成片吧。